是他吗？哎，是他吗？ 哎，你别动！老罗，拉稳点儿。哎，好嘞。对不起了，知县大人，小人刚到长汀，听到了您的美梦，如果有什么冒犯之处，一并算在那个大队头上。 活人会说谎话，可死人不会。他到底是不是他杀的？咱们一验便知。老鲁的父亲5年前在李老板这儿欠下了20两银子，老鲁为替父还债，商定做3年苦力便可以还清债务。 如今已经做了5年苦力，李老板仍以利息为由拒不清债。3日前，老鲁到李老板的酒馆与他喝酒求情。哎，今夜喝得甚是开心，再喝就多了。回去睡了。哥哥，不都说好了吗？利滚利的事儿，再说你就差10两了。 哥哥，你让我上哪儿找这10两啊？缺钱啊？哥借给你呀。下雨了，我得走了，你妹妹。 看到了吗？嗯，七窍流血，头骨破碎，这李老板的后颈啊，确实是受重创所致。但是活人受重创呢，皮下迅速出血，会出现肿胀。可是您看到了吗？这李老板的脖颈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肿胀。嗯嗯嗯，您说这是为什么？嗯嗯嗯，说明李老板后颈的伤不是致命伤，李老板坠楼之前已经死了。嗯。 说嘛，人哪有这样的力气？昨夜我探访了酒楼，正好应了店小二的证词，这李老板是被打倒在酒楼的2楼。 那么真相来了。 这李老板真正的死因其实是……哎呦！哎，你快点了，他们快追上来了，快了就不稳了。哎，老鲁，你没事吧？你还活着吧？好着呢，宋大人从速啊！大人，您看见卡在李老板喉咙中的秽物了吗？他真正的死因。 其实是酒，开酒楼的老板死在了自己的酒里，这就是报应。大人，嫌犯是被冤枉的。
心呐！哎呦，哎！大人，你没事吧，大人？大人没事吧？放人啊啊什么啊，放人听不懂吗？那个那头牛你还活着呢？活得好好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身上的这根剑就是对你的惩戒，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惹回府睡觉。大人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你这就放他走了啊？这可是奇耻大辱！奇耻大辱！闭嘴！糯米衣服放置口中可验毒，颜色变深，发黑发紫，说明这李老板是中毒而亡。回去睡了，哥哥。哎，不对，他是谁呀？哎，那个大长脸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既然公道得不到伸张，就让真相石沉大海。望你今后在世上做一个善良之人，别让我失望。大人，小人宋慈，来长汀县讨碗饭吃，日后多有得罪，还请海涵。就是宋慈，我就知道我不该问。钟书道给他三品的大官，他都不做，指名道姓要来本县做县丞，你们说我该怎么办？吉时已到，哎，快开始吧。过了申时，今生阳落，恐有不吉啊！你给我闭嘴！不吉也等，不吉也等，这但是很急呀、啊。不吉也等。吉时已到，拜堂。总算见到宋大人了，小的名叫小宝。哎，
他们等我多久了？半个时辰了。大人可有贺礼？写。哎，长汀县城宋祠，贺知县大婚，锦城辞官信一封，祝知县大人百年好合。请从老礼。端端的，为何要辞官啊？我问你，那一院子的达官贵人，他们为何偏偏要等我一个人呢？是因为明日巡抚会来长汀巡防。聪明。那我就记宋大人送的是锦上添花。有才。李泌，跪。再无法度，命叶子时拨巡审判血洗长汀。时间再无法度，拨巡审判血洗长汀。审判血洗长汀。哎，小宝。这是县衙的仵作龙二，我这就叫他退下。嗯，不用。这可是宋大人，胸口插入利器，心脏跳了。长汀三年，一天差也不当的宋慈，死前面色铁青，步行诡异，嘴部溃烂，怕是中了毒了。你可知，这银针验毒，并不稳妥。银针只验砒霜，所以才用这稻米。看来不是毒，让我助你验尸如何？助我可以，别添乱。你，
一定。走吧，兄弟们。腿部屎尿，此前有失禁现象。脚部磕碰溃烂，这是行了数日的脚力啊。刀入心脏，失血少于常人。不似死于刀伤了。角膜浑浊，瞳孔不可辨认。室温低冷，却不及活人一半。嘴唇烂到如此程度，确实奇怪。就是几日不进水，也不会到如此程度。奇怪的不只是嘴唇，唇舌尽溃。再看牙尖，是自己咬的吗？溃烂程度参差。我推测他此前数日便开始咬自己舌头，可咬自己舌头做什么呢？不是自己咬的，是一直在说话。说话说到唇舌尽溃。浊气充足，冲体而出。他真的是刚死吗？按压尸斑，并未褪色。他三日前就死了，且死后三日一直在不眠不休的说话。彭先知他就是个软货，彭先知他就是个软货，彭先知他就是个软货。如有长舌为利之机，舌烂尽其溃。这是个诅咒。诅咒？还会有三个人死。新娘子尸体呢？死亡时辰，申时一刻。死法，利器刺入下颚，失血过多了。死法没什么可验的，来帮我一下。据知县讲，新娘小玉是三年前才进县衙做了丫鬟，言谈举止一切正常，直到大婚的前日都无疯癫之迹象。这是长期水银中毒的表现。莫不是不寻叫什么致人迷幻的怪药吧？无论什么药，早就长期服用了。知县大人，这新娘小玉进县衙之前是做什么的？她县逃过来的难民，做什么的不知。你不知？两情相悦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我黄世达发妻走得早，原本想为大宋江山肝脑涂地，不愿再去。然而小玉真心相爱。看来大人并不知道自己这未过门的媳妇儿是波旬教徒啊。我不知道啊。波旬乃前朝邪教，消失二十年了，现如今为何会在你的县里出现呀？长亭乃是边陲小县，西临吐蕃啊，有波旬才挡，意料之中啊。知县大人，倘若民生安乐，百姓会去信邪教吗？子时了，还有十二个时辰，我们去会会凶手。死者名叫赵有发，据凶犯彭贤之交代，三日之前便在街上说过他坏话，叫人教训一顿。谁想今日赵有发闯进县衙，又当众念叨他坏话，便起了杀心。大人，大人，凶犯和新娘什么关系？凶犯根本不认识新娘。究竟是什么样的坏话，能让他杀人灭口？你该问死者为何会到了县。走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
他们跪好了。彭贤之，我只问你，为何杀人？滚！如果你此时不讲，以后恐怕没有机会了。他说我举不起来。什么？举不起来？举不起来什么？哦、原来是个软货。所以你就杀了他。不该吗？你是进士出身，怎么当了仵作呀？嗨，本来混了个录事官做的，后来让县官给呼下来了。不尽人意，得罪不少人。仵作也罢，跟死人打交道，起码能说真话。哎，大人你呢？一天差也不当，你咋想的呀？看民生太苦，不以断案为乐。那便好好在临安待着呀，来这小径了。为了一个女人。见着了吗？未见，我这就带你去见他。真凶？嗯，你的意思是，新娘子并不是凶手？当然不是，一个疯癫自杀的新娘怎么可能是凶手呢？真凶不过是借新娘之口下此诅咒，所以一定要查清楚新娘到底是什么人。如果能查清楚新娘的身份，那么什么血洗长厅啊，波旬诅咒啊，也能够顺藤摸瓜的推出来。我捋一下啊，一个外省逃难来的姑娘，咱们上哪查去啊？刚才在县衙有人说谎了。知县。不是。彭贤之。不。我说谎了，行了吧？新娘小玉说谎了。新娘子是个死人啊！知县的亡妻已经死了20多年了，如今知县再娶，怎么也得娶一个黄花姑娘。新娘小玉不是处子之身。就在这儿呀，凝香馆。新娘小玉不是处子之身，那这意味着什么呀？我怀疑，她根本就不是外省逃难来的。那他是谁啊？我们到了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要不我就不进去了。什么？没来过？来，肯定是来过。我看你就是没来过。快点！喂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牙掉了牙掉了。啊？这好好的怎么牙还掉了？哎，陈年就是掉的是假牙。看见了吗？我这个兄弟现在是满地找牙。走了。等我一下。
子，上二楼雅间。二位公子，请随我来。二位这边请。罗二，闻到这宁香馆的香了吗？这可是远近闻名，长清县也只此一家呀。客人们到别的青楼去呢，是为了寻姑娘，可是来宁香馆的客人，当然也是为了寻姑娘。二位请稍坐。有劳姑娘了。辛苦辛苦。这何时备好的呀？你听说过青帮吗？我听说过丐帮。到这儿来，那些挥金如土的达官贵人，只道逢场作戏、寻欢作乐，以为自己喝醉酒之后呢，所说的都是一些哄人开心的谎话、吹嘘而已。殊不知，被人套走了多少见不得光的事情，还以为自己半个字都未露。什么意思啊？这青帮是专门窃取别人秘密的。准确的说，应该是贩卖秘密的。只要他们想，就没有不知道的。一会儿你千万千万不要提青帮二字。沈总，我不来这宁香馆还不行？我不来这儿，他们还怎么搞？可是你来了，你不知，他们引你来。进来吧。丹青姐吩咐县城大人出临寒洞，桌上的酒配不上二位的尊贵。他还说什么了？还说大人若想盘问些什么，说些实话与二位听听。好啊，那你跟我说说，现在这个宁香馆谁最香谁最美，把他请上来陪陪我这位兄弟喝一杯。大人都不说实话，叫小女怎么说实话与二位哥哥听呢？我说的是实话呀，我们二人来就是来喝酒作乐的。大人脚上带泥，来玩也太匆忙了些。这县里刚刚死了人，马上又要死人，大人怎么会有如此的闲情雅致呢？那你跟我说说，这接下来还要死几个人？要我说呀，还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呀？刚出的事儿你们就知道了。这一桌酒菜放在这儿，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们要来啊？整个长汀县，我只有三件事情吃不准：宋词会在哪一年、哪一月、哪一天来我这宁乡，算是其中一件。三年来，我每一招都会备上这一桌的酒菜，你一吸不来，我便当掉喂狗。我想见见那条狗。怎么不喝呀？怕我下毒啊？哎。哎呦，哎呦！十年了，你可真沉得住气呀，宋回风。我不喝酒。你不喝酒，故也是因为我吗？是戴罪之身，即便世人不知，我也不能离你太近了。我们近吗？挺近的。放走我的人，不也是你吗？男人。我来找你，想问你个事情。
有个人，赵有发。哎，那你知道他死前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？这个赵有发是县里出了名的长舌，平日里就靠勒索度日。要说怪事儿，确有一件。他死前赤脚在街上疯疯癫癫足有三日，嘴里一直念着各种丑事儿。就算不被那彭贤之杀了，恐怕活不了几日也会被别人杀了。姐姐，重做两盘。来了俩保护，散了玉林。丹青，知县的新娘子死了。听说了。他是你的人吧？他三年前就走了。想走就走，这不是你的作风，不会有什么隐情吧？他是前舵主的人，无可奉告。舵主，秦邦还连锁啊？秦，你别走呀，坐过来呀。你想不想知道皇上昨晚临幸了哪个妃子啊？谁呀？你得花钱呢。那之前说的就不用给钱了。不花钱？谁说的？那你这解药谁给？好了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摊桌面上说吧。丹青，助我查这个案子吧。才死了三个人而已，每天晚上从我这后院抬出去的都不止这些，我有什么必要帮你？有必要。雨墨全家都是波旬教害死的，现在波旬教又出来害人，你得帮我。习武十年，我知道你们俩的感情很深。对不起，我视雨墨为亲生，一句对不起就了了。我来长亭三年不敢见你，就是因为雨墨的死，我有责任。我不问正事，也是因为我见到了太多和雨墨类似的事情。但是现在，害死雨墨一家的波旬又出来害人，我不能不管。你也一样。合作，这长亭乃边陲重镇，土藩压境近十年，虎视眈眈我大宋。我想你们青帮早已归顺朝廷，攻于外敌了吧？宋大人，宋大人，那酒店还没给解药呢，我们在这要死。如果他真给你下了毒，咱们呀
会从后院给抬出去的。你牙呢？刚刚太紧张，咽肚子里了，爸。就这算怎么回事儿呢？他会来找我的。家的不许又出来害人，我不能不管，你也一样。怎么了？哦，那新娘子的尸体不见了。宋大人，我们十几个兄弟守在门口，尸体就这么没了，没了，死人复活了。难道新娘小玉根本就没有死？不可能，咱们俩一块儿给新娘小玉验的尸，不可能没死。她叫梳头啊，这是她留下来的花名册。里面记录着三年以来他接待过的所有客人，他曾经是我这里的歌姬，三年前他失踪了。这都是他自己写的吗？对，除了伟业的批注。私通彭员外，出逃后因流产被休。长汀有多少姓彭的员外？那多了去了，彭守才、彭弘毅、彭贤之。坏了，彭先知就是下一个要死的人。如果会武之人来，我今天不怕其意；如果这春秋时期，郑文公的小妾燕姑梦见天使赐兰，故得子，后来把兰梦译为孕子。还记得彭先知做的丑事吗？他举不起来。举不起来如何让书童怀孕的呢？斩人蓝梦之仇。这离大牢还有多远？二里路程。丹青，怎么就这几个人？宋大人，牢狱为何如此不成体统？宋大人，怎么不成体统？彭先知还活着。你谁呀？啥时候进来的？活着好着呢，中午他家人还给他送了吃的。家人？什么家人？彭先知，彭先知，把牢门打开。哥，对，丹青，随我去会会这厮，看看他是人是鬼。哥，我呢？带着彭先知赶紧离开。好。保险衙求援。
孙大人，孙大人小心啊！花会晤，战神蓝梦，精进不保齐。宋大人。小玉，死了？是刚死的吗？明氏婚礼的时候就死了。这死人不会说谎啊。下一个死的会是谁呢？愣着干嘛？过来帮忙啊！哦，哎，我来，忍着点儿。哎，那昨天晚上你闻到一股香气了吗？在牢房？没有。在饭菜里边，
有一股多种草药熬制而成的药香。什么意思？中毒。来，彭先知的死，让我对这百思不得其解的作案手法有了新的推进。他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死的，但是你看，尸斑按压不褪色，角膜浑浊，尸温极低，这都是人死后几天才会有的反应。他解释了人死而不亡的原因，也就是说，这种毒药能够让人十分诡异的暴毙，不仅伪造了死亡的时辰，甚至伪造死亡。这凶手伪造了死者的死亡时辰，赵有发肯定是昨夜就死了，只不过毒药让他的体表发生了变化，让我们误以为他三天前就死了。可书童死后消失杀人，又该如何解释呢？这彭先知、赵有发都不是书童杀的，只不过书童在案发现场而已。而监狱里边出现的斗篷面具肯定不是书童，书童的尸体应该早早就被放在树林里了。而这个斗篷面具人只不过是引导咱们发现书童的尸体，让咱们认为这书童死后又杀人了。我想，这凶手是想让大家相信那个鬼神的诅咒吧。这么说，凶手是县衙里的人，能够在县衙和大牢来去自如，偷走尸体给别人下毒，那不是天外飞仙，就一定是县衙的人。那如何下毒呢？你还记得彭先知桌上的饭菜吗？后来就消失不见了。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新娘尸体偷走，给人下个毒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你应该问，下的是什么毒？下的是什么毒？我怎么知道？走，您慢着点，小心门槛。哎，走走走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但是，请。宋神，县衙里头，在这过活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来人呐，把东西赶紧给我弄走。知县大人，您这搞的又是哪出啊？驱邪啊！那这么说，大人相信那个诅咒了？宋大人，我实在是扛不住了，这风声走漏的太快，全县现在已经是人心惶惶。今天早上我已经上报朝廷，波旬魔女再现，邪教诅咒席卷长厅。大人真是高啊，昨夜还对新娘子一往情深，现在就把新娘子卖了，把的责任全都推到新娘子身上。巡抚大人，明日就要到了，再出一条人命，我这乌纱就保不住了。宋慈，就此打住，不要再查了，明哲保身，各安天命吧。好，您做您的法，我验我的尸，真凶是人是鬼，今夜便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不知啊！请大师做法。
离子时还有几个时辰？六个时辰。子时到了长清就完了。但是他们三个人的尸体，所有的地方，我一一复查了一遍。可查出什么？也许我始终漏查了一个地方。哪里？血。血从何验？世上没有验血的法子。无法可验。你想干什么呀？做一回神农。拿铁链来。对你做什么了？啊？该做的都做了。解出来了，别慌，我的人。巡抚到了，走。逆应，这乌烟瘴气成何体统？还把神棍带到府衙里来了，巡抚大人。这都是宋慈弄的，你看这炭火，这。
宋慈，过来！你看你把巨魔大人给气的。大人，宋慈，小小长厅你都管不好，还弄得个人心惶惶。此案宋慈正在查。你先别说了，此事我已知晓。早上从红将军军营过，已有数百将士暴毙，症状与你县所谓波旬诅咒一致。嗯，十万大军，军心大乱，长亭乃边陲重镇，这样下去如何得了？巡抚大人，下官实在是无能为力，只怪那波旬。哎，去去，一边去。宋慈啊，怎么你到何处，波旬就跟着到何处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你要是处理不了，宋慈，我白赏识了你一场。大人，今夜真相定会水落石出。此事若是处理不当，你是会掉脑袋的。放他走。您这就放他走了？看他把您气的！我去。都已验明了，用了17味中药，前10味不过是普通的消魂散，加水银熬之，无药可解。而让赵友发彭仙芝中毒用的剩下6味药，可以说是鬼斧神工了，有砒石、半夏、天冬、斑折、5味黄连，还有沉香。这6味药以前10味药相煎熬，可以使人迅速暴毙，而且使尸体迅速的腐败。而令人疯狂发癫、神志不清的是最后1味药。金陵草，金陵草，我知道金陵草。你当然知道，金陵草是制造香薰的必要材料。所以，此毒可以完全不留痕迹。不留痕迹不是药材本身，而是毒进入体内的方法。是什么？你还记得大牢里的香气吗？毒是被吸入体内的。行，玉玲，把近3年关于波旬的案子都找出来。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你一直在调查波旬呢？这里就是长汀本省和6县近10年的户籍资料，以及本省和波旬邪教之间的情报。6年的时间，本地的名门望族相继的搬离。搬去了哪里，无迹可查。你站那么远干嘛呀？啊，过来呀。啊。而接替他们迁入这里的，全部都是曾经的波旬教众。这些标红的都是？都是。那这么说，整个长汀县半数以上都是波旬教教徒啊？也不能这么说，他们还是不是，无从论证。哎，黄世达，这不是咱们的知县吗？他怎么了？私通外敌，干了些走私官盐的龌龊事。走私官盐，他迈向何处了？吐蕃。这是私通外藩呐，朝廷为何不办他？黄世达不过就是一个主降派的小喽啰，敢做这种掉脑袋的事儿，那一定是因为背后有人主使。长汀县是边陲重镇，3面受敌。朝廷是不会做这种丢车保族的事儿的，不过就让他发发国难财，也能换得这边的几年太平。哎，之前这黄世达的每一笔收入都记得详详细细的，那怎么最近这半年他收入了10000两黄金，反而什么都没写？他卖什么了？因为这一笔，他什么都没卖，10000两黄金分了6次送到他府，然后便没了踪影。哦，波旬乃前朝邪教消失20年了，
为何会在你的县里出现呀？此人复活了，中午他家人还给他送了吃的。那不是天外飞仙，就一定是县衙的人。小心呐！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看来你就是被诅咒第三个要死的人。拦路者，如言无主，拦路神旨，法言不受其心。不好！啊！有毒气。是达的人，有什么区别吗？有区别，速去县衙，巡抚有危险。巡抚大人，你怎么了？是我，是我呀！是你说的毒吗？只不过是普通的迷魂散，但是恐怕他再也醒不过来了。黄大人，几时了？亥时一刻，离子时不足一个时辰了。宋慈在子时之前把案子破了。大人想听听？听。第一次对你产生怀疑是在验尸新娘的时候。据知县讲，新娘小玉是三年前才进县衙做了丫鬟。她现逃过来的难民，言谈举止一切正常，直到大婚的前日都是通婚。这是长期水银中毒的表现，无论什么药，早就长期服用。迷魂散致人疯癫，无药可解。新娘书童早已是个疯女人，可黄大人对她可是一往情深呐。相逢何必曾相识。当罗二划开他肚子的时候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这是你露出的第一个破绽。而且第二天你的口吻变了。今天早上
我已经上报朝廷，波旬魔女再现，邪教诅咒席卷长天。不得不说，娶个棋子为妻这一步棋你走的实在是高明。这一天层出不穷的怪事让我对你这个新郎把嫌疑降到了最低，但是我却忽略了一点，你娶一个疯女人为妻目的是什么？疯女人杀人或许只有让宋大人专心查案，我的计划才能顺利实施。巡抚将至，军心大乱。一万两黄金分了六次送了他府，然后便没了踪影。你结婚的时机为何如此之巧啊？直到我知晓那一万两黄金运抵你府上，我才明白那波旬审判究竟是什么。你黄世达，长汀知县呀，你想引吐蕃入侵我大宋？我想现在吐蕃大军已经在城外秘密集结，此时一到就要血洗长汀，而我大宋的十万大军正在深陷鬼神之谣言，毫无还手之力。我说的对吗？没想到一场婚礼十几位要饮便让一个王朝就此沦陷，这买卖我一万两黄金拿得安心。有命拿你有命花吗？你所犯之罪依大宋法全尸都不保啊。大宋都没了，大宋的法又能将我怎样呢？即便大宋没了我还在呢，我定依大宋法将你法办。受死！鲲鹏展翅九万里，那又能怎样呢？你我还是棋子儿啊，各安其命吧。我做完我该做的，剩下的就是他们的事儿了。半数以上都是波旬教教徒。丹青，丹青。丹青，百姓都还在城里，吐蕃的军队就要进城了，我要去阻止他们。丹
江，丹青。知县被黑衣人所杀，这说明真正的幕后主使另有其人。我到底遗漏了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知县、赵有发、彭先知、玉玲、书童。只招待各位大人。你们看多懂事儿啊。博学永生。大人里边请。里边请。招呼好各位大人。好的，赶紧的跟上跟上。好香好酒都准备着。那个叫小宝的捕快是个好人，你不应该杀了他，罗二。宋子，别过来，跑！快跑！罗二，别傻站着。彭先知，宋大人，我是如何露出破绽的？你的计划天衣无缝，却溃于一颗小小的牙齿上。你牙呢？刚才太紧张，咽肚子里了。复查新娘书童口中的拱线时，我发现她口中也有一颗打磨过的假牙。至于此案毫无关联的巧合，让我把你和新娘子联系在了一起。而在你的头颅被砍掉之后，面部虽然烧焦不能辨认，但嘴中的牙齿却是一颗不少的。这时我才想起，彭先知犯了占人蓝梦之罪，霸占了书童，可他没有能力让书童怀孕。那么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呢？罗二，我不知牙的故事，但这颗牙是你最大的败笔。
那是我此生最骄傲的作品。我不叫罗二，我叫罗方天。前我们相识，他虽然是青楼，说了不见不见，我却对他一往情深。烦不烦？谁？磕掉了一颗门牙嘛，我还以为那个姑娘，小生罗方田，敢问姑娘芳名？小女名疏通。这颗牙便是我与他之间的定情信物。疏通离开了青帮，彭谦只罢了他做妾。嫂子娶进门六年肚子没有动静，哥哥的难处弟弟我都懂，问题出在了哥哥这儿吧？杂碎，哥哥莫骂了，哥哥往那儿看，儿子那不就来了吗？野种找不着爹的，都替你打听好。你再看那个肚子，因他青帮身份，保准是个大儿子，我不敢声张。哥哥家大业大的，于是我便禀报了知县，心想他能还我个公道。公道，终究抵不过彭县之送给知县的50两银子。小婵被休了，他被彭县之为了迷魂散扔在街头，青帮到处在追杀他。我只能将他藏起来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他信上了不逊，省事都不带我出门，是怕我丢了公子的脸吧？你怎会如此想我？你要我如何想你啊？嗯？书童。我日夜熬制迷魂散解药，一年毫无进展。发现精灵草有奇效时，我欣喜若狂，以为我成了。审判，书童，书童，别笑。就这样，又过了2年，我坚持不下去了。每日回家见到书童，就像看到验尸房的尸体一样。我知道，他已经死了。
我在长厅做了有十年的炉石官，知县那点阴沟子里的事我太清楚了。我说大人，您不是要干大事吗？我送您一个女人吧。知县说，哟，你小子读什么呢？我说我要的不多，杀两个该死之人而已。于是就有了一个今天的阴谋。不过是一个男人放弃了他的女人。乳秤无身，福报不至，碎尸不进轮回。这最后一句诅咒是想让你们的孩子早日脱生吧。夫妻对拜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你为了一个人的一己私情，有多少无辜的人会被害？像书童一样。像书童一样。大人，我的罪我认了，你要拿我怎么样？叛国，依大宋法诛九族。我已经没有九族，请我一人定罪吧。听闻大人一直在写一本专讲世间奇案的书，罗二死后，你的书里会有我一样。应该清楚，这迷魂散无药可解。若真相石沉大海，中道将永远得不到伸张。世间万物违法可为，我也不知道该信什么。你醒了，听闻大人有难，我就急忙赶了回来。老鲁，哎，哦，对，大人，那儿有您一封信。惠叔奉妻，如见故人。请成兄回府，能与兄共饮此生最后一杯酒，是方廷的荣幸。讽刺的是，迷魂散解药在方廷准备要做出这一切的时候，制出来了。如兄读此信，说明解药成了。
兄定会不解，为何不解无妻之痛，反倒闹出这么大麻烦？方婷不想解释，也望能理解弟弟，不用怪我，也不必救我。等我的人已不在这世上，而等你的人就在你面前。说短一场，说无意义。不宣，不息，不惧，不悲，不追，无念入定，自有方丈。方婷，惊起。赵有发。嗯。彭贤之。对啊，怎么，你认识？何止，这二人就是我撮合下认识的。啊，大人免我之罪，出城时我便遇到了赵有发被土匪劫持，就下一问，这赵有发与人发生口舌，被人寻仇，我就把他带回了长厅，就在这宁乡馆那一桌，我将其介绍给了我的老东家彭贤之。谁知这二人在酒桌上说起了霸占女人的勾当，我气不过，我上去给了赵有发一拳。之后我便成了我们先去哪儿？林安，那有个官职在等着我。什么官？提醒。
担心荷兰长本周独自离开，无恋尘世的浮华，不沾人间的尘埃，本是青灯不归客，在岁月之中徘徊，落红满地门不开，却也是人生告白。或许等待，或许无奈，不悲不喜，依旧情怀。岁月静好，时光微扬，你若安好，清风自来。风自来。